近日在某片场看到高伟光的身影，只见他戴着特制的面罩，蹲下身子让工作人员帮忙绑好绳子。大概是看大家还是有些吃力，高伟光便直接坐下来让大家整理。整理完毕后，他便走到导演身边开始讨论剧情，而导演比划着手势还亲自示范，似乎是想让高伟光扇任世豪巴掌。高伟光和任世豪随即走了一遍戏，看得出高伟光力道控制得很轻。看他们演完，导演再次开始指导，还拍了拍自己的脸做示范。几人讨论了一会儿后，高伟光便走到特定位置准备开始拍摄。在拍摄之前，导演再次走过去给两人示范动作，而任世豪也乖乖练了几遍。之后两人等了一会儿便开始第一场拍摄了。等这场拍摄结束，两人与导演再次进行沟通，很快又开始第二次拍摄。看来为了拍好每一场戏，大家前期都做了细致的沟通。不知高伟光和任世豪第一次合作效果怎么样呢？